哦，哎，这儿有一个盖着的是什么？这盖是唱青给大家的一个服装。看一下唱青为我们准备了什么？小黄人，阳朔的就是要用够啊，阳朔没用上的都得用。小黄人，这个是从阳朔端过来的吗？啊，小黄人，你就是小黄人粉。最想 cos 的，你们大家没，但没想到赢了。哎，还可以。还是我演皇上才可以了，那就还珠吧，好吧。今天唱青邀约品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线索。嗯，好哥，好嘞，那恭喜大家换装吧。小燕子，小燕子，皇阿玛，他们欺负我。五阿哥，我们这里谁最像？香妃嘞，还长得太漂亮了。牡丹，你是来把香妃偷走，自己替换她是吗？的角色介绍一下吧。对自己的演，你要吓坏他。对，扎针扎针。我就是容嬷。你是小燕子。哦，我演的谁？你才知道吗？我是。是牡丹，我好方啊。臣福尔康要对所有不好的事情说不。大鼻孔底下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就到了午餐的时间了。对不起，怎么了？不想吃。尔康为何对此人行此大礼？这人是谁？他是你的大学同学。大学同学。请各位踏上旅程吧。春游家族，啥都不足。好喝。走，小燕子，策马奔腾了。走。驾。起驾。皇上，你走在最后哎，居然没有人管正轿子呢？呀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何人？见到朕还不打个招呼？欢迎大家，小红椒的出行朋友，出发吧。好，好，走。公主，请 EX30战马，参见各位格格阿哥。这可是大明湖畔的，咱们去御花园看看。皇上，觉着我们云南的这个风景怎么样？风景确实不错。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呢，特别有诗意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昆明的云彩感觉离我们特别近。要去最高峰，大家可以坐半天的慕云人。啊，我们是要去最高峰的缆车。我感觉慕云人这个名字还挺有诗意的。放云。大家所看到的地方呢，就是温泉池。哇塞，太爽了！大家看，快看，皇阿玛，你把这买下来。这已经是朕的了。哇，好漂亮，适合度假哈。对，而且大家觉得这里的天气是不是也特别特别好？对，空气对，是，对对。而且我以为我们这次 cos 古装会特别热，然后来到这里真的挺凉快。哇，来，早知道有这么个地儿，是不是想让我们走了？昆明，我们要体会一下当地的这个特色宴席啊。今天大家所吃到的叫鲜花孔雀宴，鲜花饼肯定有，对，主要通过努力来获得。我们接下来进行这个。读的呀，你看吴桐读的都咽口水。在中午是个人战，争夺到一份套餐。我提议，我们不管谁赢了，都要把一等饭留给皇阿玛。那我们先请团子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五份套餐哈。德宏孔雀鲜花宴的图案。你们看一下那个套餐是虫子。哇。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觉得蒙丹就是爱吃那种蚂蚱的人啊。我觉得他喜欢消费的原因。今天的午饭游戏叫朗诵猜歌，我念出歌词之后，第一个举手抢答并说对歌名的嘉宾得一分。我建议先把五号餐给朗朗哥放这儿，完了他先吃着。那我开始了，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范丞丞，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好呀，第五名了。爱到心破碎也，雨蝶，这么快？我想你飞。这叫什么雨蝶？雨蝶，我不要再想。龙卷风，答对。我不要再想。为什么念出来那么陌生啊？这首歌，我就说我知道这首歌，想不起来。来，准备啊，开始。喝了几大碗米酒，再离开是为爱手啊？熟悉的、陌生的这种感觉。空空如也。泰国、新加坡、咖喱咖喱。故事的小黄花。晴天。没办法，好可怕。说散就散，我没有开口。第一次，处处吻，我们的爱，沙漠骆驼，下个骆驼见。我的妈，太厉害了！
兰兰，咱俩争夺虫子。杨迪都滑铁卢了，没滑铁卢。你很喜欢滑铁卢这个字，动不动就滑铁卢，拖出去斩了。好，这首啊，准备。东边木马，答对。东边木马，西边朋友。来下一首啊，是的好，是的好，是的好，决定。啊，是的好嘛，翻译了。Yes, OK。一生一世的过去了，一滴的一次。哎呀，皇上息怒，迷失自己，不容易。一步步，一点点，游走在爱情边缘。来，波斯猫，波斯猫，波斯猫，对对对对对。一个，想出现就出现，想不见就不见。来首啊，为爱囚禁。数千年的关节，好熟，真的不知道。听所有喜悲系在我的腰间，不是那首歌，不是那首歌，不是旋转跳跃，不是不是。我闭着眼，舞娘，对，答对，周深答的。我举得比你快，没事，你给你。好啊，兰兰，坐在中间尴尬不？啊，所以你说对了。来下一首啊，留着你隔夜的吻，感受不到你有多真。好、啊，下一首啊。听完这首歌就洗洗睡，我不太熟这个歌词。我是知道大哥玩大，对。我问一下，我现在第几啊？我现在第几啊？第一名的是周深哈、啊。哎呀，我要试试了。好焦灼。我讲这个不敢了。